第二种方式是使用 Google 云端硬碟来做分享，先把你自己对方给的建立好的资料夹的东西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全部下载，按下去之后，Google 它自己会开始把整个相簿的资料开始下载，这是使用 Google 云端硬碟的方式做分享的时候需要下载的地方，那你这个就要熟悉 Google 云端硬碟，才可以做这样的下载。